徐根宝为什么还有个徐根宝基地啊？因为他扒着龚学平了，对吧？他没有扒上陈良宇，对吧？他最后让人踢出来的，属于啊，他还他妈他什么坏事不干啊？他所谓的控制这些孩子们，是他的赚钱工具。这个孙子是最佳道貌岸然的，对吧？他跟年维斯是真正中国足球的祸害，他们弄出了一系列这些什么教练员竞聘什么，都从年维斯那开始，为了让徐根宝上位，是吧？弄个全国投票，是吧？大家他妈竞选，他说狗屁，全都是暗箱操作。你们这帮孙子，哎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对吧？郝海东讲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，你们拿出事实来反驳我吗？对吧？你们这帮孙子干的这些事儿，你看弄的这些东西，啊，你们奴才，全都是骗子。徐根宝在我面前，那就跟孙子一样。